大家好，我是阿牛，今天过来赶海，走，赶海去。我家的是把家，写几个字送给大家。这几个字还可以的不？写的什么？哦，一海降牛，耶哦！好，不错，鼓掌。你看，一海降牛，宽乐赶海，不错哦。大家好，我家的弟弟蛮帅哥的哦。你看，我们这边的贝壳啊，都变化石了。哇，这个里面好多贝壳捡的、哦，啊，捡了一个牛妹了，这个不知道什么吗？好多鸡爪了哇、啊！哎，这个什么？这鸡爪了，还不是很大。你看，这石头缝边都是蛮多的。好了，我们去赶海。你看哦，这个螺啊，都是满满一堆的，不过还不大。把这个石头搬一下，哇哇，这个什么螺？你看，哇，蛮大件的，这个好像是叫塔螺的，捡了。下面还有没有？哎，哎，这个一个寄居蟹，在这个蜡螺里面，看到没有？这石头布，我们找一下。哎，你看，这里有一个石头蟹。哎，蛮大的，把它搞出来。哦，好，我们把它抓了。哇，石头蟹，哦，蛮大，这个可能有8厘到1斤了。这个腊螺啊，都是一窝的，这个这么大。哇，这个下面的，这个大，哦，这么大，哦，这石头缝里面干大。哇，这个赶海爽，一抓就一把。看到没有？你看，这里有个石壁在这里。以前我有抓过，今天我再抓一下给你们看一下。来，它粘在石头缝里面的。哎呀，贴得很紧，把它搞出来。哇，像鲍鱼一样啊！看到吗？大不大？这个很好吃的哦。好了，烧了。来，这个石头边我们仔细找一下，看有没有宝贝。哎。前面有一个螃蟹，看到吗？来，哎呀，我们把它挖出来。呼，哇，这里面，哇哇，大青蟹的，我们把它捡了。哇，今天海况不错哦，大风骚。哎，这里又有个螃蟹，来，过来一下。它在石头缝里面找来找去啊，哇哇哇，好可爱啊！你看，把它搞上来一点。你不要乱动它的时候，它就不会。抓，嘿嘿，抓到了！哇，哇，哦，好肥呀，肥肥胖胖，你看有我了。哇，天阳，大青蟹这样子，好了，捡了。有空的朋友过来，秋山好哦，记得哦。好像有一个鱼的尾巴，你看，好像石斑的，哇，哇，呜，呜呜呜，哇，跑进哪里了？呜，我那边找了，呜呜呜，哇，好难搞啊！它跑到里面那个石洞里面去，不出来的。我们把它赶到浅水一点的地方，呜，出来了，呵呵，你看，啊，好辛苦啊，搞这条鱼。好了，抓到了。哦，来，我把它抓上来。哦，哇，哦，肥肥胖胖的，哇，天爷大石斑，你看到没有？哇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哇，糟了糟了，耶耶耶耶耶！哇，好大的赖啊！
有点下雨，天也黑了，不好赶了。来看一下今天的收获，你看，三个螃蟹，一个大石斑，蛮不错的。还有捡到很多螺。乞丐阿牛赶海的，记得给我点点关注、点赞、留言，下期再见哦，拜拜，爱你们。生活总是美好的，爱你们。